你叫你妈去扫墙摇卡。那是你连自己的妈妈拢无遐多说服，那安尼你就真正无适合做饭店的董事长啊。加上你对我还是有淡薄仔情分，多谢你说服领导的人来支持我。我希望咱两个人的感情到这为止。我想要争取的物件，我人生我也未结束，请你离开，莫搁再接近我。亲像甲你毁掉，弟弟还袂悔改亲像，我无可能替你做啥物代志。那你告诉我，囡仔若晚婚你，你都唔通怪我。我甲你我袂离婚，咱即摆过伫共一只船顶。我要将阮某仔囝的话，也伫你董事长的椅仔顶悬。你无可能清清白白、安安稳稳的坐起。你若是要伤害别人，最后是会伤害着你家己。你叫恁妈去扫墙摇卡，那是你连自己的妈妈拢无遐多说服。那安尼，你就真正无适合做饭店的董事长啊！加上你对我还是有淡薄仔情分，多谢你说服领导的人来支持我。这是跟王亚天有关系的证据。我今嘛是把王亚天的名交在你的手头啊！我袂惊你亚天会开庭会用平安顺遂啊！到时阵照相同的户籍，应该要泡几年就泡几年。王亚天我是去相信的啦，伊当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啊，不过那也是讲到王亚天。你敢那比我搁较万分伊呢？我希望咱两个人的感情到这为止。我想要争取的物件，我人生我也未结束，请你离开，莫搁再接近我。亲像甲你毁掉，弟弟还袂悔改亲像，我无可能替你做啥物代志。那你告诉我，囡仔若万分离，你都唔通怪我。我甲你我袂离婚，咱即摆过伫共一只船顶。我要将阮某仔囝的话，也伫你董事长的椅仔顶悬。你无可能清清白白、安安稳稳的坐起。你若是要伤害别人，最后是会伤害着你家己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